各位亲爱的贵宾，大家好，我们是今天上半场的主持人，我是陈其夫，我是陈真真。首先欢迎各位嘉宾莅临今天的天籁之战其实不想走口琴管弦慈善音乐会。由于我们举办四届以来反应都相当的热烈，今年不但扩大规模，还要挑战纪录。没错，昨天和今天我们总共有四场的演出，昨天我们已经完成了两场，今天我们每一场的演出都有超过4000位的观众，总计超过16000人次共襄盛举，可说是创下人数最多的音乐响宴。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今年的演出绝对会让大家大开眼界，绝无冷场。能够有今天这样规模的演出，首先要感谢我们138位的赞助厂商以及主办单位之一联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当然也要感谢我们台中口琴交响乐团这一年来的努力练习与付出，没有他们就没有接下来超精彩的演出了。既然演出那么精彩，那我们就赶快切入正题吧。首先迎接我们的是开场曲《出埃及记》以及序曲《布兰诗歌》。《出埃及记》是云州大儒侠苏养文的出场乐，乐曲中特别加入了亚美尼亚3000年前的传统乐器 Dadak， 由曾顺庸老师独奏。两首曲目都由声乐老师许玉珍、杨令玄、李增明、廖宇萌带来优美的声乐表演，并由中部地区知名联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组成的合唱团磅礴合唱。舞蹈表演邀请舞蹈老师周义安、陈思颖、叶燕如、郑玉玲、谢伟婷以及台中科大会计系系友会青年舞蹈团。现在就让我们借用各位的双手，欢迎台中口琴交响乐团首席郑世豪老师。让我们掌声欢迎指挥蔡正嘉老师。